chasing down the angel. 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一起来读，来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爱小声的年轻人，你不应该是这种声音的。再一次来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若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还不够大声，我要你大声的宣告，相信你宣告的就要成就在我们身上。今天晚上 ，OK， 再一次来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 OK， 把你的右手举起来。一起来宣告这几项事情，奉耶稣的名宣告，我相信耶稣能拯救我。再一次，我相信耶稣能拯救我。我相信耶稣能拯救我。第二个，我相信耶稣能帮助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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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个，我们来宣告，我相信我是蒙神祝福的。再一次，我相信我是蒙神祝福的。第四个，我相信我是被神所爱的。再一次，我相信我是被神所爱的。哈哈，拉牌了。第五个，一起来宣告，我相信下面的宣告是神所喜悦的，我被神喜悦。最后一次，我相信。左一边讲说你是被谁喜悦的，好吧，我们在信心里面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我们为着圣诞晚会来祷告，求神的灵运行在整个花莲的年轻人当中。我们奉耶稣名宣告，在当地至少要500个人得救。我们为今天晚上谢牧师他的分享，哎，那个谢怎么少一个红字 ？OK， 我们为谢牧师今天晚上、明天还有后天的分享，充满了神的能力，充满了神的启示，并且会众的心也都被预备好。数到三，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一、二、三。撒拉卡尼尼尼尼拉，十二的小孩在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为着圣诞晚会来祷告，奉耶稣的宣告，你的灵要运行在花莲年轻人当中，并且在12月18号当天的晚上，我们要看到至少要500个归向耶稣基督。所以的时候，我们相信我们的宣告是有能力的，主我们所相信的将来就要成就在我们当中。所以的时候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为你的仆人谢牧师来祷告，主要奉耶稣释放你的权能在他的身上，奉耶稣释放你圣灵的高抹在他的身上。将来今天晚上的分享带来天上的能力，主我们相信我们宣告出来的带着天上的能力。所以的时候，宣告你的能力要与他同在，并且你要释放你自己的启示在他的身上。借着他释放天上的启示，进入到会众的里面，进入到我们的当中。奉耶稣名宣告，说会众的心，主在今天晚上，在明天，在后天，都要被神自己来预备好。哈利路亚，主我们赞美你的恩惠。我们一起举手来祷告好吗？
天父还是奉耶稣名相信，今天晚上是一个信心的夜晚。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，神你自己对我们说：“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”所以奉耶稣名宣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有信心，所以我们是被你所喜悦的。今天晚上，我们要奉耶稣名宣告，我们进入到信心的领域里面。神你借着你的仆人释放你大能的话语，主啊，叫今天晚上我们灵再次的苏醒过来。是的，神你激励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起来渴慕追求神你自己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一起说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！真心是此刻，是现在。当我们讲你是主，我希望高举你在宝座为我王。就像那，就像那讲到经历，多次向前到战场。我们要唱着耶稣大使主，我望让你的力量来，我们绝不收起爱。我们要看到主国，我相信是此刻，是现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求你降临我自己。是此刻，是现在。当我们唱你是主，我希望高举你在宝座为我王。就像那战斗士兵总是向前都在唱，我们要认真结束那是主，我望让你的力量来，我们绝不收起爱。我们要靠着主国，我相信是此刻，是现在。就像那强大骑兵，就将我们手举起来，见到你他。我们要高声祈求，他是主。我望让你的力量来，我们绝不收起爱。我们要让真主国，我相信是此刻，是现在。我们一起拍手，相信是此刻，是现在。当我们想失主，我希望高举你在宝座为我王。就像那强大骑兵，都是向前到我家。我们要高举耶稣。我望，让你的力量来，